这首歌是我大学的时候写一首歌，然后因为我以前是一个文艺青年，好，我非常喜欢看村上春树的书，然后就写这首歌叫做《村上寂寞》。好，然后他要讲的东西就是说，我觉得每次在看村上春树的书的时候，那个感觉是很寂寞的。好，然后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然后虽然说我永远看不懂他的书在写什么，一直不懂，特别是那个就是散步曲，我完全不知道他写什么，可是就是喜欢看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有文艺的气息的感觉。好，可是事实上证明并不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写这首歌叫《村上寂寞》，它是比较 sweet 的感觉。跟他在努力克服，你先前奏弹三次这样子。寂寞当作礼物。